Grace 也要开始接续骂了。不是，因为我不像那三位都有开直播啦，但是我都是在做这个大数据观察。确实，我举例来讲，像苗博雅是一个唯一，唯一不是泛蓝或者是韩粉进入前十名抖内排行榜的，就他的直播，他唯一一个，而且他是第一个，还是唯一一个？我觉得这个那个时候，因为我每一个礼拜都会看数据，哇，怎么苗博雅串起来了？后来苗博雅是第一个，他自己开直播不间断的嘛。像我就会去看啊，看他会不会洗澡，结果没有嘛。啊，他就是不会洗澡，只是洗澡没有播。哦，对，洗澡没有洗澡，不是没洗澡。小时直播有没有洗澡这一段？对，我在，因为我都看十点多，哎，怎么？但他的模式确实跟 KPTV 也有一点像，他就是把他的这个咨询的内容再放上去啦。我确实有认真观察，但是他确实他一开之后，他也是唯一第一个冲进热这个热搜这个热门的这个这叫热烧这个什么榜？发烧榜，唯一一个冲进发烧榜的。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怎么其他人不这么做？那你要知道第二个是谁？第二个就是选前一周，王一川哦，川流不息也冲进去。那王一川可怕，对，不能讲哦，但吓死你哦。对，那王一川他是这样子，他们虽然边扫街，可是他后面是有直播车的哦。虽然这个四叉猫在抱怨说他在车上很累，还要直播哈，也不是还有睡觉，睡播还有3000人看嘞，我要跟着是10000人，是一个频道就3000，我们有5个频道同时，他是5个频道一起啊，然后有一个是冲进所谓发烧榜哈，那其他的我们也发现也很多所谓这种有一些跟这个川流不息一起串流量的媒体也获得非常高的，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其实如果要来检讨民进党的话，也应该来讲说这方面的沟通是不够的。可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说你们的直播其实是有内容，就譬如说阿苗的论述，我觉得就是出类拔萃的优秀。然后呢，李正浩就是很会搞笑，跟你那边乱搞笑，我是有内容，好不好？搞清楚好不好？我都不搞笑，有多接地。然后北辰将军呢，就有他有很多军中小故事都可以分享。可是呢，你要找到一个讲话又吸引人的这种民进党的官员，要强迫，要嘛一强迫官员有面对民众质问的能力。要嘛就找已经有面对民众质问能力的人去当官员。这同样，因为你民主选举，你不能脱离民众嘛。以前是上街头，民众直接干掉你嘛。那以前民进党会要求陈菊、苏贞昌、陈水扁，哪个不是从街头群众中出来？是，因为他有能力直接面对群众嘛。对，他的工作能力应该是要很棒。那民进党怎么会执政8年后反而惧怕说，哇塞，我们开直播线上20000人，可能有人会喷我，我不敢被喷。我们这样好了，我们贴个 IG 发个影片，弄个图卡就好了，好不好？怎么可能？那这样你民进党都跟国民党一样嘛？就老旧了，那个手法其实要翻新。Grace 还要补充，我觉得我们这个议题真的是好热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就我所有数据来看，其实应该来讲，这三位都是藕包比较重的，因为他们是很正经在谈事情。没有，李正浩没有藕包。他也是很震惊，好，但是你要知道，震惊吗？我们台湾，谢谢你 Grace， 大家在看，只有你肯定我的震惊，我会记住一辈子。是，谢谢你。是，但是你要看我的比较组是谁啦，比如说比较组像是陈清茂啊、邱毅他们那一种，哇，那震惊多了，那震惊多了，肃然起敬啦。对，但是你要知道，他们很奇怪，他们是斗内最高，或许是可能有境外不管，但他们敢开嘛，他们会骂脏脏，流量也是最高，馆长也这么高，馆长，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藕包不一定要这么重啦，就是说也不一定说啊，一定要有议题我们才能讨论，讲到这个气，好的镜头，解开身上的拘束气。我再讲一分钟，我问一下交通部，王国材选前在讲祭典，超速40公里吊牌，两段是左转，请问交通部有出来讲过话吗？有来解释为什么你要违规祭典要吊照吗？王国材直播有人要看吗？你就我跟你保证。我今天开场直播，王一川跟王国材来问你两段是为什么不处理？我觉得你违规超速为什么不处理？平心而论，我讲一个刚祭典这件事情。其实交通部在选前，他针对祭典政策有做回应嘛？有几项他都暂缓祭典，就不本来要祭后来不祭了。可是你知道吗？我去交通跟基层接触的时候，大家都直接驾驶还继续骂到爆的时候，
我跟他说，我都要跟他们讲说，哎，没有没有，现在政策已经有改变了，对，已经有暂缓一部分了。然后他们就说哪有，都要祭典，然后我要怎么，我要去自己找资料，对，找到之后我还秀给大家看，说，哎，你看我手机上哦，这个交通部已经有公布这些等等，然后我上交通部的官网。它还没有放在明显的地方，哎、欸啊，还有区间测速搞什么东西？讲多久了？所以不是说没做事，但是你要做事的时候，你做的事到不了，你要让人家知道嘛。就是说你交通部长，你为什么不拍一个一分钟的影片、啊、剪出来，然后字幕弄得清清楚楚，跟大家说哦，各位问讲评又哦，我们的政策有针对大家心声做检讨、嗯，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苏贞昌当院长就不会有这种事。嗯，苏贞昌保证撞球杆就拿出来取消。画个叉，有没有？所以当超会。所以现在你是在给新的总统，人事上的建议。没有，我只是说就是，没有我没有，我是讲很务实，了解、就是、有做跟有知道你有做是两回事。有做事要让人知道，没错，有政府会做事，会做事，人民知这件事情最重要。哇，我觉得赖清德，你必须看我们今天这一集，看到赚到，可以让你接下来四年好做事。好不好，赖德德，好，至于民众党的小草们跳过，我们不用看。